深远的艺术方案，全面性的提供台北市的孩子艺术体验的机会，引导孩子感受艺术的情境与美好。一粒种子能成就一棵大树，一棵大树能蔚然成一片茁壮的森林。先请两位小朋友。孩子每年能够接触不一样的艺术欣赏，让不同区域的孩子都有机会接触到艺术的美感，丰富他们的人生，学习到人文的素养。在台北市有许多文化及社交的资源，但是我们做家长的，因为平常工作关系，其实不太容易带孩子参与这些活动。透过艺育深远这样的课程，我们孩子得到更专业的演出及表演，提供这样的资源，让我们的小朋友更多接受这些艺文活动的机会。在表演过程中，我看到专业人员在演奏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感动。我要深深感谢文化局和教育局共同推动寓意深远的艺术方案，为孩子奠定下深厚的艺术人文的素养，培育出具有美感与创造力的未来公民，孕育出具有文化美学的社会。